晴，上班不忧郁，带大家来看看台东多良车站的好天气。今天锋面通过台湾北部，所以水汽稍多一些，北部跟东半部会有短暂雨出现。而在气温的方面呢，其实都是温暖偏热，南部最热会在26度到34度之间，高屏进山区啊还有36度以上的高温。而另外气象署还针对了金门以及马祖发出了浓雾特报，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消况出现了，所以在陆海空的交通要多加留意。据大家关心的母亲节天气呢，从今天到礼拜四其实都是有雨，气温下降，但是礼拜五可以看得出来开始要回温了，所以可以在好天气带着妈妈们出门庆祝了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